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中国老师，在越南河内。那上个月11号，我去中国上海出差，昨天晚上呢，凌晨3点刚飞回越南河内。那现在我们开班学习中文了。目前呢，我们有3个班，上午班、下午班和晚上班。那主要针对是已经有中文基础的人。想要提高口语和听力的，快速提高听力和口语，学习时间呢是2个月，每周呢学习4课，每一课呢学习时间是1个半小时，1个小时学习，半个小时练习内容，每一天把所学的内容练熟练。那这是我们的口语班。另外，我们还有呢，中文基础班，针对没有学过中文、对中文一点都不懂的，那我们开班学习，时间呢是3个月，那每周上4节课，那从什么都不会到中文可以正常交流，时间呢是3个月，当然你要认真学习。认真做作业。如果你有学习中文的需求，如果你想提高自己的口语和听力，欢迎和中国老师取得联系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关注中国老师，拜拜。